湾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徐凯翔，来自新加坡，很期待参加今年的台湾国际长笛艺术节。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受樊曼荣老师的邀请，也对这次来临的演出感到非常的兴奋。这次的音乐节我会为大家演奏两场音乐会，那第一场呢将会是在5月7号在台北国家演奏厅，我将会呈现近几年来所自创的一些曲子，以及大家熟悉的流行乐曲子改编成爵士乐的风格，还有一些爵士乐经典的曲子。和我一起演奏的是鼓手黄子玉、钢琴手叶振廷、吉他手叶赫普以及贝斯手季安。我也很期待和台湾的爵士长笛家蔡子琪一起同台演出。那第二场音乐会将会是在5月9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，和长荣交响乐团以及指挥蔡文珍，我们会一起演奏 Mike Mauer 的长笛协奏曲。能够在同样一个音乐节展现我所对古典乐以及爵士乐的热爱，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兴奋，很期待为大家演奏。那我们5月见。